Ayo. Sasi.哦，你看飞机出来。嗯，对面有飞出去，刚才这只还在。三只，一只两只，最上面那颗石头。三只没错。再瞧一下这只，这只躲到树丛后面的，不管它，这只不见了，应该还在。被燕子吓到了，啊，在抓，啊，在抓，小时候听到他们叫声了。哎，大家，人家你俩养在你家山有养。好，回家。现在大宝在那里，然后小宝一直叫，叫得太哀怨了吧。没有东西吃，二宝在后面了，还没有带东西回来，啊，上班了。早上公鸟有去吃一点东西，然后大宝有飞了几趟，比较精彩是二宝那个溜滑梯，二宝那个溜滑梯蛮精彩的。只能这样了，至少还有那个画面。